Yep, this is Little India. Little India, 小印度, yeah? And the goldsmith shop. And 很多是, 也就是 market, Tekah Pasar, 就是市场, Little India, 都是金铺, yep, Campbell Lane, and Little India, and flower shop, it's called Little India, okay? 金铺, 小印度的金铺, goldsmith. 小印度的金铺 OK 小印度 yeah, 首饰的美丽 首饰的美丽 Very beautiful goldsmith And this little India And 市场 OK Let's go and 带你们去 小印度的市场 好看 Yeah 这个好看 香料蔬菜香料市场这个叫做小印度是印度的花花串很美丽快速的呀可是呢一类一类我可不理完了啊人都不认啊人都不认啊人都不认啊 人都不认啊, 一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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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yeah, 小印度很漂亮, 颜色很漂亮, 人都不认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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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 我可不认不认, 完全不认啊, 人都不认啊, 一了一了, 一了一了, 男的, 男的啦, 小印度很漂亮, 很漂亮, 哇, 时装, 印度的时装 yeah, sari 印度时装 wow, 漂亮, 漂亮 oh, department store 印度 印度人的百货公司 Kapolo 也不对 也不对 这是 印度的文化 中心 就是 文化中心 印度人的文化中心 阿布罗 阿布罗里面 印度人的马来 下雨 OK 哇好漂亮 性感 很性感 印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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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印度人的 这个文化中心 yeah, 漂亮 印度街 The Campbell Street 巴布罗 Street 很漂亮，看看印度人的时装。 一类，文类，男的，人都不能拿，人都不能拿，人都不能拿。 哇，时装，很漂亮的时装装饰品，好漂亮啊，时装呢。 印度人还有游客很多啊印度人时装漂亮装饰品漂亮 yeah. 50年周年纪念 yeah. 新加坡国庆50周年纪念啊这个是夜市印度人的夜市 OK night market 小印度
This is a little India, 小印度百货公司。你有吗？得了，得了耶！印度人做时装啊，男的裁缝。啊，卖花，哇，好漂亮，可以摆身。好亮，哇，什么东西都有啊，青菜、蔬菜、茄子。煮咖喱用的，煮咖喱用的那么长，什么豆，什么饭豆啊，有很多什么豆呀，芋头啊，什么东西？这什么东西啊？膀胱呀，番石榴，石榴啊，山竹，石榴，芒果啊呀，香蕉，哎啊，椰子树呀，小印度啊。这个是市场，这个里面是卖鱼卖肉的，对，还有现在红灯，所以没有车，现在不然还走回去，OK，Yep，OK，Let's cross，Yep。